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日皮肤不再松弛，冇色斑，冇皱纹，肤色好均匀。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三年后胸部依然坚挺，臀部不再下垂，眼袋唔使除。有啲人肌肉型，健身好鬼醒；有啲人大隻型，摔角好高明；有啲人系 book smart， 读书好鬼精；有啲人打机劲，手指超精灵。iPhone 6同埋 iPhone 6 Plus 最大嘅分别就系佢嘅 size 同埋形状。呢个黑洞原理咧，其实就系、是、无论你系边种聪明，只要能够发挥自己所长，咁就活有所成啦。Hello， 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做呢个 review product review。点解我唔化妆？平时我哋应该争取皮肤呼吸，素颜亦都系另一种妆容啊。可以嘅话咧，我都建议大家平时尽量好似我咁，唔好化妆啊。出街咧，一系戴口罩，一系就搽防晒，一系就担遮。一个月之前咧，我就收到 client 个 PR 就 send 咗呢一支 Smart Serum 俾我。个 PR 咧就同我讲呢一支 Smart Serum 系有脑嘅。如果面上有色斑嘅话，个 serum 就会 detect 到你面上系有色斑，因为你个皮肤会 send 出啲 signal。然后跟住 Smart Serum 咧，佢某一个成分就会去 tackle 你的色斑的 problem， 去解决你色斑的问题。不同问题发挥不同的功效，无论你皮肤是肤色不均匀、有色斑、暗哑、没弹性或者很 dry， 那这支 Smart Serum 呢就会 tackle 你的问题了。哇，这么说这支精华不就好像精华界的 iPhone 6？ 到底它的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我都告诉你，如果我真的这么 smart，我就不用在厕所拍那 video 啦。如果我这么 smart 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我就是一个科学家了，是不是？原理呢，我就听个 PR 就这样跟我讲了。那实际用起上来那又怎样呢？那我自己个人呢就觉得这些 serum 的 texture 是挺好的，你延展性是挺好，容易搽上去，不会粒刺刺或者起擦纸胶粒。而且搽完之后呢，我觉得皮肤是真的即时就滑了的。当然呢，它的成分也都非常之丰富。不过呢，大家要注意的，因为它里面有这个 grapefruit peel extract， 所以大家如果搽了这支 smart serum 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不然就有机会因为光敏感的太阳照射而令到这个皮肤有这个黑色素的反应。不过无论你搽不搽这支 smart serum， 其实平时都要做好防晒的啦。所以基本上呢，这一支精华已经可以代替很多不同的精华的，一樽搞定了。另外呢，如果我想沟淡粉底，令到妆又没那么粉样的话呢，我就会将粉底液和这支聪明精华一比一沟埋一起，然后连面连颈慢慢轻轻地印上去。每个人的长处都不同，想做聪明人，记得终生学习，将知识多元化，将态度优良化。希望大家喜欢 QQ 今次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